我们出发的好不好？你阿弟啊，哈，你那个，然后我又从，你知道什么意思不？我翻国语，翻台语叫安花，还有个什么啦？来，这车边有一支桥，阿弟有看到无？阿伯，好，给您报告哦，哈。林江辉龙尾虾。不是啦。这个条是重要的啦，这个条是重要的，跟你们讲，咱若讲哦，后回哦，若有机会，啊，你们甲开车来，拜托，伫咱金针花期这个关键时间哦，一定爱看到这个条啊，开当关一摆哦。其实讲实在，对我们也没有影响的，因为你们就算从那边走上山有没有，树同一种树哦，它叫做嘎当。他们都是景镇花，那要看什么？其实我们是要看花东中的景色。因为我们待会啊，从这里开始就有了。怎么说？我们高山行车道生活的范围是在海拔600以上、1400以下，在这个高度范围哦，高山我买安尼有多长无啊？安尼有无啦？这丛树啊，上少超过300年啊，最少哦300年哦，是我们花莲县立管的珍贵老树。它现在每年都有领到1.6万块的老的年金，对，老树津贴啦。咱即摆即个时间起来，恁同意哦。恁可能感觉讲，阮即个花哦无介水，甲恁报告一下，即个原因呢，因为日头无够大。我们看到金针花，它叫做一日黄花一日美人，一朵花只开一点。那这朵花会从早上哦看到太阳，照射到太阳以后，它会慢慢的打开。一直开到接近中午的时候是最开，右手边有没有？你看那个花还没有全部打开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还没有晒到太阳。它还没有晒到太阳了。它晒到太阳的时候呢？你有回头看，总共它都打开了，并没有晒过。现在这个花全部都黄黄的一整片，但是还没有看到花朵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太阳还不够大，好不好？那所以我跟你讲的来到这里，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看花还没了它还没有完全的盛开，但是我们有非常美丽的景色跟风景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那次日三个重点，我们再来看景色嘛，因为我们下行的时候会到这边，大概要9点多10点的，那边的话会开得正大正漂亮的，欢迎大家。后来呢，我们现在很快的先到达第一站，与各位简单的到一站的休息，大家好不好？好，去哪里？黄花坪。黄花坪呢，你要再到仙女家了，不过过来超前回家的话，一到就出停车场的转角那边有没有？拍下去也很漂亮，再来。阳台上面拍下去也有漂亮，看你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预备的速度对不对？我们在这一站的话，我们简单的休息的大概有2.5小时，你要上去等，你要去那个地方，半个小时好不好？Deep in the night, and you can
发动重鼓。刺客山再去拍金照，啊，因为你当真，咱若到遮好山的时阵，伊一定可以会花啊，会搁较大蕊。你想即摆是不是半开尔对无？哎呀呀，日头还不够呀，哦，日头还不够啦。啊，那等到我们过去刺客山，日头就很大，安尼你有了解无？花就很漂亮啊，然后不好？好。哦，来，那我们往山走哈。啊，山顶哦，咱来去啦，遐有一间个啦。啊，唔知伊叫做民宿，我都唔知影啦。哦，啊，那实在无民宿的话，无紧哦，咱车顶有好山，咱就过位安尼好吧。嗯。诶，安尼来查明哦，知无？哦。知无啦？知了。好山安尼来查明，是怎个称呼？有大村庄同款。对，应该拢差不多啦。哦。啊，你卖话看得到啊，然后来我领导啊，吼。来，那咱山顶遮吼，分做两种所在啦。第一种的就是老花，莲花给各位观赏的。这种个叫做土著区播种的。啊，个这种就是个采收的吼，专门在采收的。因为无可能讲全部拢老花吼，你看吼，啊，老花都无收得到。所以它还是要吼。些采收的地方，来，那我们现在哈，把石子公都有探囊镜啊，现在个，什么前几个我点点啊，竖起啊，探囊镜嘛，哦，那直接站起来山顶，啊，那不惊讲我打你啊，那那个那个山顶开始起来的时阵，表示啊，山顶都擦擦叫啊，所以我们先上去，景色最好地方，那个熊熊可以。阿别刚老机会开车的时候，拜托你不要一边开车一边聊天，要走路走的好不好？你说前面的，我是没有说前面的啦，但是应该听得到我在说。我给他拍下来，给他拍来，检举他。你是，我把那些讲讲啦，老李这样那样，对不？黄暗世界的转动，所在是黄暗。咱就要去里啊吼，我来先大家测验点的啦。虽然讲这么多人，而且但是咱也是要遵守着这个规定啊。为什么？你有看到这头连山的背景吧？有。这是咱规条金山山上的歹行的一段路，最难走的一段路。国语叫做路难爬，那边你知道？难。哎呀，我就拍背，路难爬的。啊，客家话，我两个也要的。嗯，龙南爬，龙南爬，金南爬，阿们这个客位在不？阿那个是到了今天出来见，爬坡就算了，还有连续的爬下弯。我基本上上去的时候，遇到下面的车子下来，那边都小崩啊。所以讲呢，大家这样听的，那个顶头车弄掉来是真看我问题，阿你安全很多好不好？请问为什么叫九六四是海拔？九六四，对，没有错。我们山上最高点960公尺，
啊，九六四964公尺，汪有艇啊，现在就是。这龟啊，沙头的景色拢看会到，安尼景唔好嘛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咱伫这个旅游啦，我想讲你讲可能有哪高山包，我都无在了啊。哎，温度哦。哦，南加工叫做小瑞士景观平台啦。哦，那小瑞士景观平台加上特别项目，特色的物件是啥物？沙边顶头的石头。啊，为什么讲这石头较出名？来，因为有只讲叫做六十小山，跟这石头是有关系哦，哦，跟这个石头有关系哦，吼。哇！我有无？来，甲恁报告吼，甲恁报告。我即摆讲7:20有无？哦，即摆超17分啦吼。我甲恁开去恁这头坑的，8:20落来这接恁，好无？1小时，8:20，我们在小瑞士。哦，我先进去一半再叫你啊。你要让分去顶头，我行另外。对，等下咱就是插顶头。能走的走。啊。好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甲你讲啊，赶快啦，咱就差不多8:20，我以为等下先甲恁载了。哦，真厉害。哦，啊啦，我看卖咧，啊，起码五月啊，无我得车都差些，都蛮爽啦。对啊，对啊。感谢你啊。哎，我是想讲啊，这去那边，你搁行来看下海景多好。原则上开的花就是不采就对了。对。
那你怎么样分辨说是金边彩、明边彩、后边彩？它的大小吗？长度？对，大小。哦，一定要用手工哦。对，手工，这没有办法机器呀。呵呵，机器下去的话，全部都没了。那这一年只有一彩吗？啊，一年就彩一次。一年一次啊。一次而已。那平常就是要施肥，或者是要施肥、要拔草，就等于就是一年只有一采这样子。啊，这回去之后再砍树啊，你哈。谢谢你啊、哦。